续天空纷纷晒雨时，有怀念幸福的往事。遥远的他跟我又再次梦里转身分开说不易，寂寞的风怎么去证明，问谁又令我感慨不平。望向这街灯跟我晒数粉蒸，无人牵手一生去打拼，怎能共济，没有他心里冷清，从右狗蹄将中心里落者胜，因何舍弃那天彼此曾约定，用这一生怨妇与他风吹不变。有些网友问小峰，这个套房双曲店复不复杂？真的不复杂，一点都不复杂。那个是总电箱，红色的是线管，电线管，蓝色的是网线。看这么多线，其实它不复杂的，就是连线火线一组一组分好就可以了。有些网友说怎么布那么多管，空调布块来主线，开关来主线，灯线台插，绿色的是主管，这些没什么复杂的，都是快乐的。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打算和老婆去外面吃一餐，好久没有和老婆去外面吃过饭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情人节嘛，七月七农历情人节是吧？对呀、啊牛郎和织女在天上相是吧？相会，相会，一年就相会一次。祝天底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有情何求好？单身的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啊！那些灰用手拍就可以拍掉了，拍不了，没洗手啊，因为没有水。用这街灯跟我晒数分钟。这就是我们县城最繁华的大街。今天周末，礼拜六，感觉挺多人的，挺多人。哇，我的裤子好脏啊！我都不好意思逛街了，拍又拍不了。脏就脏了，管他呢。烤肉、火锅、牛排、海鲜、自助餐哦，要不要？过去一点，你去吃那个肯德基，吃完之后打包一点给圆圆。是肯德基啊？你不是喜欢吃吗？那好吧，听你的。吃完可以打包给他。那好吧，好吧，他很喜欢吃那个肯德基汉堡。老婆说去吃肯德基啊，吃就吃吧，吃什么都可以了。这边美味鸡 ，BFC， 对面是肯德基 ，KFC。感觉这两个头像一样，是不是挺像？我们两个人吃，点一个二人套餐就可以了啊。可以啊。来了，老婆。嗯，开动。这就是七一情人节和老婆的晚餐。也很久没有吃汉堡了啊。嗯。来看一下，你要这个？那我不要，我看一下。这个很大，还是要炸鸡？我要炸鸡汉堡。炸鸡，炸鸡。今天来试一下这个炸鸡汉堡。你吃一个汉堡饱不饱啊？饱了，好像两没吃几口就吃完一个了，不够的话再点一个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待会晚上还要吃呢，回家吃饭。昨晚的扣肉很好吃，真的。等一下回去再蒸一碗哦。
今天就是这样过这个情人节了，和老婆吃肯德基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样过。今天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拜拜。